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尤基方向的滚地，尤基手漏了一下再传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尤基手还发生了失误，哇，这个就真的麻烦太大了。于贤明和吴博义都回到本垒得分，哇，投手已经投进来，好不容易投进去之后，这时候后方的守备员又出状况了、哇，这一局游击手蔡尚颖和二垒手陈彦如两次严重的守备失误，现在比数来到3-0。哇，好不容易看到陈冠如可以在这局以11分退场了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成功。又多掉了2分、都不是他的自责分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不是很困难。没错，这球没有接得很干净，这近距离突然要加速的传球，本来是完全来不及，这个球完全来不及了。这个往本垒传的话，或许都还有一些机会。